Welcome to my YouTube channel. 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们的YouTube 频道。我们今天玩超级飞侠迷你。超级飞侠，我们来打开吧。那就是我们的超级飞侠迷你小子，它总共有20个。我们来看后面吧。这个是它行动的这两个，然后来开吧。这个是我们的20只超级飞侠哦，我们来打开看看呢。这个是我们的乐迪，这个是我们的多多，这个呢是闪电布，这个是我们的小爱。这个是我们的猫警长，这个是我们的呼吸轮子，耶！这是我们的凯文，这个是我们小青，这个是我们的淘汰，这个是我们的青钢。这个是我们的酷飞，这个就是我们的米粒了，这个就是我们的卡尔叔叔，这个呢就是我们的狼狼，这个是我们的小猫。这个是我们的米克，而这个呢是琪琪，而这个是我们的巴奇，这个是我们的星文星辰天。我们现在要把这些都变成飞机和车子哦。我们现在来变吧，我先变这个，把它手放进去，把脚，所以就变成一个飞机了。然后来变巴奇吧，巴奇也是一样，把它手也关起来，然后把脚推上去。也变成飞机了，咻！现在变米粒，米粒也变成飞机了，咻！现在变米克，把手放进去，然后把它夹，变成米克了，咻！变狼狼吧，来把手，变成车子，欢迎进库，所有的超级装备都能解决。我来变背景音吧，把手关起来，我把脚都转转的，我把起起来，我可以看一下。我们就变成可爱的贝蒂了，叮！我们变小猫，把手一直变，也是一样，把它的脚转，然后把它
背后有这个东西背，把它拉上，然后算上去，然后压一下，它就变成长肉了。变琪琪吧，琪琪也是一样，把手关起来，然后把它的这个东西，然后把这个黑，如果你这个需要退后的话，你也可以。你想要向前的话，你也可以。然后你，我用退后吧。然后我们变卡文啦，卡文也是一样，也是放手放进去，然后脚放上，变成飞机了。我来变卡文叔叔啦，也是一样。然后它也是转一下，转上去，它就变成可爱又长的卡我叔叔。你也可以把它放酱，也可以把它放酱，然后酱就是它的战斗模型。我们来变它原本飞机的模型吧，很简单，加酱就好了。然后我们来变小青蛙，把它的关起来，然后把它脚，然后你可以，然后就变成小青蛙。苦飞吧，苦飞了，把它这盘往下拉，然后把它的这边退，然后把它脚放上去，就变成苦飞的苦来了。我们来变成八形掌吧，把手放这边，把它脚放这边。变成一个警察飞机了，变不是爷爷吗？不是爷爷也是一样。你们把他的手戴在那里，记得吗？不是爷爷的这个大字是往后的，他现在是往下的。然后呢，他脚不是爷爷是往，大字是往前面的，脚字是往后面的。谢谢完毕，变多多了，把手放进去，然后把它的尾巴放进去，然后把它的脚放进去，然后好了，然后把小爱的这个两个手放进去，把这个放进去，把它脚弯进去。然后把乐迪的手也放进去，然后打开了，放进去。我们已经变所有的超级飞侠完毕了。大家记得点击订阅和分享哦，下次再见。